可以用電腦迅速重組交通事故的電腦系統，可以迅速重組交通事故的經過，協助警方破案。由蔡智恩講下。上海交警正在調查一宗造成一死一傷的車禍，警方估計意外由私家車違規駕駛導致，但傷者聲稱是死者揸車，警方又懷疑就用新的立體系統處理，